这两个成本能用的，把它拿去烘就烘一下；把它能用的烘，不要烘的话就把它不要了，就把它处理掉。我呢，刚刚从乡下追所有的老百姓的粗制厂，刚刚拉上来有1200吨的毛厂，刚刚拉进库。所以说我刚刚跟他们讲，我是说我知道这样子，我就不该把这个1000多吨拉进来。那不拉进来的话，我的损失会少一点。所以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呢这一块，我的老百姓支付情况。所以我现在也没想公司能不能再重新开起来，我们都是个问题。把烘干机打开的话，我这里先能烘吗？烘一点了。现在3000吨的产业。现在呢，我成本能用的，把它拿去烘就烘一下；把它能用的烘，不要烘的话就把它不要了，就把它处理掉。一下子3000吨产业，就短短一晚上全部就化掉了。这一带有多重啊？刚刚拉上来有1200吨的毛茶，刚刚拉进库，不拉进来的话，我的损失会少一点。所以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一块，我的老百姓支付情况。对，有的钱还没支付，那有60%，我呢会用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损失，也给老百姓茶农来着。支付这些钱。现在就是那些合作的茶农，他们也怎么说？反正现在大家还比较支持，反正现在强烈配合，我们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然后银行呢，这两天也来了陆续，也给我做了一些措施。